大爷们在那下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街头诈骗的陷阱，或者是真的是百无聊赖，在那等工的，好多那个警察在那，不鞋的。刚刚工作的时候还是个大爷在赌，现在有个大妈在赌鞋，不起脸。3块1毛5，才3.65。西梅二十二。看着好像都是等工的，感觉就是蒙蒙就往这街头一坐，趴着就等那个老板来招他，有人来把他捡走，就不干活了，没人来就在这耗一天。最大的这个招工的渠道很少，那你说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那什么干嘛呢？你不用再你不用一个人跑在这外边露天风餐露宿的等。但是五八同城赶集网那些都是做的垃圾一样，那里头骗子太多了，鱼龙混杂太厉害了，主要是有利益。他那些人那个不是说骗一个人去柬埔寨的话，那个能值10000美元的吗？他就卖那个人当猪仔一样卖嘛，他反正不怕你到时候有生命威胁的话，不能从家人那敲了10万块，或者是让你逼着你去诈骗10万块，或者是把你剁了做人体器官贩卖10万块，怎么都能搞出来10万块，只要是个活的人命。唉，